二哥来平顶山宝凤县找山吃啊，嗯，有淮上地方就有小二哥粉丝们给我推荐的，看着麻鸡风味小吃，说他家的淮上在宝凤县还是不别说天花板了，我只能见粉丝没有说天花板，我也不说天花板，反正是说他家做的不错，这是菜馍，这菜馍不错。加油啊！等会儿我先盛汤，汤还有没有老板？精品花汤，胡辣汤，先盛一碗。来这边，要一碗先。先要一碗。哦，这多少嘞？有麻有没有啊？啊，六块的。哇！微信收款不聊了啊，去外边吧，外边等你。来了，好，你好，啊，你好，啊，好。抖音上老看了你，抖音上在看我，没事靠拍着玩，看他的啥都不是，包子现在有吗？有，现在啊，搁前面是吧？啊，好嘞，吃菜馍吧。你喝了吧？来个菜馍。下菜吧，啊，拿个旋螺来，这个是坐坐进这吃。好嘞，多少一个？四块。嗯，好嘞。我抽着风搁这拍抖音呢，我赶紧给钱我后拍。还没事嘞。啊，还没事嘞。对。上电视嘞。好。上电视嘞。看起来你这经常有人来拍。有。肯定有，你这一说你都知道。他不是我俩。好嘞，要给大家分享。好嘞，10块啊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宝凤瓜汤，他家汤分两种，有精品优质，精品6块，优质的10块，没有药，木耳、粉条、黏腻、糊、哦、黑花生米，肉像爆了，尝尝味道吧。这个颜色跟咱那边也不一样，这看着。再像金汤，看金汤看习惯了，6块钱肉还不少了，还是葱花，嗯，它这味道啊，代表就是地方味道，宝凤瓜汤的味道。8点半，基本上都卖完了，没有了，二哥还要重复，我到哪？就是为了给大家提前先去探探路，找找位置，能知道到了哪个地方，你去到哪个地方去找美食。今天来到宝凤了，哎，粉丝们给我一推荐，我们宝凤哪的汤好喝，你过去尝尝。哎，二哥来了，麻鸡，风味小吃，他家的淮汤。下回再来宝凤，你不都是知道去哪喝汤了吗？至于味道，二哥，所以说有人说了，二哥，你看你光喝，你咋不说味道？你咋不说好喝不好喝？你说啥叫好喝，啥叫不好喝？食物定位，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。人家在宝凤，基本上也是头部，所以说你过来了啦，咱一个外地人，你拿着。自己的口味去评价，不过他的汤不好喝，他的汤好喝，你根本没这个权利，我也更没这个权利。嗯，到每个地方就品尝每个地方的美食，地方美食，嗯，你感觉着对自己的口味味道你喜欢，下一次你再来的时候还可以来品尝，那你感觉着。不合适，你就可以不去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没有真正的啊，没有好喝与不好喝，没有正宗与不正宗，只有适合与不适合。好。